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女人越活越值钱，是因为有这几个过人之处，希望你也有。谁说女人随着年纪增长就没有值得欣赏的价值呢？那都是过于片面的说法。现代社会有许多女性随着年纪的增长拓展了阅历，她们赚钱越来越多，人生也越来越丰饶，把自己活成了喜欢的样子。一个女性想要把自己活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值钱，可以在几个方面努力，非常有帮助。在人生选择上越来越明智。现实里，一个女人想要越活越值钱，就需要她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越来越聪明。人们都说选择比努力重要，有的时候一个选择做对了，就会让后续的努力更加值钱。相反，选择做错了，那么在努力也是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是吗？女人这一生要时刻面临各种选择，比如选工作还是选家庭，选什么样的职业等等，更不用说日常选择更是不计其数。如果一个女人始终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她的人生自然更值钱。比如说，有的女人年轻时候因为阅历不够，做错了选择，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但是上了年纪后越来越聪明，她知道选择合适的朋友，远离那些小人，她知道选择友善的家人来交往，也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路径更适合自己，那么她的人生自然越来越好。女人想要过得好，正确选择必不可少，而这一切都跟女人的见识有很大关系。见识太少、见识太窄的人做不了太好的选择，在赚钱上不断拼搏。现实里，女人想要越来越值钱，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不给自己设定限制，而是一直努力赚钱，学技能，积累经验，这样女人的赚钱能力多半会比以前有所提升。之前看到一些帖子，有的女性朋友一把年纪从家乡出来打工，她们很努力的，而且还学了一些技术，所以后来工资是越来越多的，比她们最初的水平进步了很多。现实里，女人想要越来越值钱，过得越来越自在，赚钱能力必不可少，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别忘了在生活习惯上更正自己。现实里，一个女性的生活质量除了跟她的赚钱认知有关之外，还跟她的日常习惯有关。假如一个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纠正了一些坏习惯，培养出好的健康习惯、生活习惯，那她自然是越来越棒的状态。比如说，有些女性到了40来岁开始系统健身，她们的身材和健康就比之前要好上许多了。也有的女性会逐步纠正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这也会让她们情绪变好。身为女性，不需要太纠结自己变得衰老，因为是个人就会衰老，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女性在年纪增长的同时，阅历和赚钱能力也都可以得到增长，这也是收获，不是吗？多为自己考虑。现实里，一个女性想要越活越值钱，就要多为自己考虑，太为别人考虑了，就很容易牺牲自己，这很不好。比如说，有的女性本来可以借助家里人的资源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学历甚至工作机会，但是她却没有意识到机会的可贵，而是让位给了别人，自己跑去默默做贡献，最后导致的就是自己机会的丧失。现实里，女性想要越活越值钱，就要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手里的钱先用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学习提升自己，这样自己自然能换来更多机会。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女人要懂得积德积福，不管是为家人还是为社会。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在发现镭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公布了提炼镭的方法。有人质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没有一个人应该因为镭致富，她是属于全人类的。她与丈夫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认为获取经济利益违反了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爱因斯坦给居里夫人点赞说，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圣明宠坏的人，没有人可以说得清。居里夫人创造了多少价值，也只能说她的一生是无价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和居里夫人相提并论，但是可以学习她的精神，可以力所能及的帮人做一些好事，比方说帮助邻居照顾孩子，可以改变人居环境，
帮助老人可以传承孝道，给陌生人一个鼓励的眼神可以传递力量，善良是一股至柔意至刚的力量，这是女人的天性，不要弄丢了。经济独立，思想独立，女人要想越活越迷人，那么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只有自己的经济独立了，才不会受制于人，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畏畏缩缩。你只有保持独立，才可以不用完全依靠男人而活，因为你有能力去过好自己的生活。你要知道，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靠山，也没有谁是你一生的避风港湾，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靠山。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唯有靠自己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而那些越活越迷人的女人往往都懂得这个道理，她们会一直保持独立的思想，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也唯有这样才能得到男人的重视和尊重。因为这样的女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能够独立思考问题，不会轻易被他人所左右，懂得如何取悦自己。取悦自己并不是让你无节制地去放纵自己，而是让你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懂得如何取悦自己的女人才能够更好地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她知道如果不能取悦自己，那么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卑微和廉价。身为女人的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卑微和廉价的女人是得不到男人的真心的，因为他们会把你的卑微付出看成理所当然，看成卑微乞怜。但是在生活中依然会有很多女人会觉得取悦男人很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生的幸福都要去依靠男人的给予。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不管结婚与否，每个人的幸福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简单来说，那些真正越活越迷人的女人从来不会以取悦别人为主，她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她们只会取悦自己，活得洒脱，不拘泥于形式。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女人，她们活得很洒脱，从来不会被世俗所束缚，她们很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结婚之后也依旧如此。她们不会被婚姻束缚住自己，也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就放弃了自我，她们的生活是由自己来掌控的，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努力去过，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人，那么她也会果断地离开，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这样的女人活得潇洒自在，不用顾虑太多东西，也不用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别人身上。而这样的女人恰恰就是活得越来越迷人的人，因为她们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所以她们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请记住，女人活得洒脱一点没有错。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过人之处，那么恭喜你。坚持学习，以前的家庭大多数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女人结婚后也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喜欢的事业。越活越值钱的女人身上多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学习，不仅仅只是让自己拥有赚钱的能力，最主要的是通过知识来满足内心的需求，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丰富。二十几岁的时候，周围的人对你的要求不会那么高，可女人一旦过了三十岁，失去了年轻的资本，你的价值在别人眼中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人生的蜕变就是可以做到不被年龄捆绑。那些已经有了年纪但心态依旧保持阳光并且向上生活的女人，多数都会越来越值钱。她们不会觉得读书和学习是无用的，而是很有价值。她能在自己感到脆弱与孤独的时候，内心依旧有力量去坚持面对。很喜欢杨澜说过的一句话，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热爱学习的女人不会盲目迎合，不会迷失，不会过度焦虑，她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会无所事事。这一种女人不论几岁身上都散发着光芒和气场，越活越值钱，精神不受力，内心松弛和坦然，性格自卑和敏感的女人多半是命苦的，不论内在多么善良，还是无法过好这一生。他们太在乎别人的评价，配得感很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也不懂得用对的方式去释放魅力。越是有福气的女人格局就越不一般，内耗这件事是最辛苦的。聪明的女人不会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里，精神容易受力，身体就会感到疲倦，没有多余的能量去经营好当下的人生。
内心感到松弛和坦然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命。别人对你的要求不需要全部都放在心上，即使是父母，他们对你的期待也有不合理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人生就会过成什么样子。你的内在世界是多彩的，不该由他人来定义。运气好的女人往往得到了老天爷的赐福，做什么都会很顺利和成功。心大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拥有了更多的智慧，并且将方法用在生活中。懂得这么做的女人后半生多半会很幸福，内心是喜乐和安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欢迎持续关注、点赞、订阅。